先是2分50秒，2分50秒，加油啊！5秒，顶住！一班长，顶住！加油！加油！3分钟，3分钟，3分钟！一班长，加油！顶住！哎呀，真不行！别动！3分5秒，冠军奖是大黄瓜，冠军！队长，你别动！李健，不是你，好老进可去！班长，快去啊！不行啊！那。李哥，来，给你，李班长，很开心，给你。爸真牛气。哎呀，油劲儿没处使呢。美国，你准备你去和他们玩啊？没意思。明儿礼拜天，你不进城？没意思。4-3，连城。连长，你的探亲报告批下来了。我看看看看啊，可下批下来了。连长，探亲报告放着回家了。来，快给我。啊，准玉梁三喜同志探亲假一个月啊。啊，咱们的牛郎该回织女了。连长，你在带什么东西？我给你收拾收拾吧。晚两天再说。啊，我说你这个人，好事都让你给耽误了。这42个钟头的火车，6个钟头汽车，一共48小时吧？到家你不就亲热上了？没那么简单。1+1=2，一点都不复杂。团部刚才来了电话，新调来的指导员，明天就到。让他熟悉一下咱们连里的情况，我再走。哎，好事多磨。哎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我最多再待1个星期。下星期准能回到家。连长，咱们这个新指导员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我听说是个有文化的，在军政治部当摄影干事。哎，那好啊，那以后可以天天照相了啊。连长，新指导员到了。到了。啊，哎呀，欢迎欢迎，我叫梁三喜，我姓赵，赵鹏生。哎呀，知道知道。来来来，我来。我就算计着，你是该到了啊。好好，子来啊，在这啊。哎，住手！到，全连集合。是。哎。通知炊事班长，晚上多搞几个好菜。是，来，谢谢。啊，来，喝水。好，我这有。啊，我们那个王指导员啊，他到军校学习已经半年多了。哦，咱们早就盼着上级给咱们派一个指导员来。你的老家是在什么地方？啊，江西，不过我生在山东的沂蒙山。哦，怪不得你叫赵蒙生。我也是山东沂蒙山人。这么说咱们还是半拉子老乡呢。好大一股香姨子味啊。这是檀香皂，怎么样？好，9.6毛一块，闻过8回没舍得给老婆买。我来介绍一下，
这是我们连有名的滑稽演员。哎，不不不，炮排排长。金开来，金开来啊！没事没事，不是什么滑稽演员，倒是全连挂号的牢骚大王。二十六七岁了吧？三十一了。嗯，咱可不是什么选性对象啊。我来。不像，不像啊。这么说，咱们两个是同岁，都是属猪的。哎，我这有。可看上去啊，少说。你比我年轻有七八岁，哪里哪里。嗯，你确实面嫩。反正你们俩一看便知。哎，坐坐坐。好，好。一个吃牛奶长大的，一个吃地瓜干子长大的。咱们这些吃地瓜干子长大的，就是一天擦上三遍雪花膏，都去不了这个土腥味儿。你呀，你连那个人样子都快变成地瓜了。一点不错。半截缸打地夯，麻袋里边装谷糠。来，喝酒喝酒。哎，我们那个副连长上教导队轮训去了，副指导员上个月回家探亲去了，咱们这个连呢就剩下我们几个，整天是连轴转。这回你来了可就好了，要不然我这个探亲假怕是修不成了。啊，快当爹了啊，连长，嗯，这不，指导员也来了，干脆明天就开路啊！啊啊，别再跟人家韩英雄开空头支票了，让人家天天在家等你。这个连队干部就是这样。哎呀，娶个老婆当月亮看。哎，老季，嗯，看什么呢？啊，不是，我闻着有股照相机的味儿啊。志远，咱们和同志们见见面。啊，好，好。一二三，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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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立定，向左转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小心！立正。报告连长。部队集合完毕，请指示。小心，小心，同志们，小心！这是新调到我们连的赵指导员。赵指导员原是军政治部的摄影干事，他文化高，有水平。大家。不要有什么误解，赵指导员既不是到我们这儿代职锻炼，更不是来体验生活，是组织上正式任命他为我们九连的指导员。今后大家遇事要向他多请示多报告，军人嘛，服从命令是天职，大家要坚决服从赵指导员的指挥，请指导员讲话。同志们，我水平不高，也没有什么经验，我愿意和大家一起把工作做好。这个讲完了。这是我们的菜地，今年我们连的蔬菜长得还真不孬了。啊，这是我们的豆腐棚。哦，咱们的豆腐基本上可以自己了。胖子，到。啊，哦，够胖的啊。炊事班长吧。啊，好，你忙吧。哎，下个月计划让全连每天都能喝上咸豆浆啊。指导员啊。指导员，好，你忙。三喜，再过两个月，就是咱们结婚三年了。
梁三喜。好。韩玉秀，你们两个来登记结婚都是自愿吗？自愿。啊，韩玉秀，和梁三喜结婚，你同意吗？说呀。哦，他们这都是自由恋爱。那你到底是同意不同意？说话呀。你要是不表态，这结婚证可就不能发了。同意。明天说什么也得回去喽。哎，嫁给你算是倒霉了，结婚两年让我守两年的活过，你妈妈天天嚷嚷着把你调回来调回来，可是结果呢？你又来这一套。你也别跟我来这一套。你们家这小圈子里的事我早就看透了。我早知你这样，早知你这样，我还不如回到贫民窟里去呢。妈妈为咱们的事儿也没少费心思。好啊，老师啊，就那么办啊。妈，萌生啊，啊，明天回部队吧。啊、军里崔副政委让你下连当指导员。什么？你去的那个师的师长，过去当过你爸爸警卫员。你下连队当几个月指导员以后，可以直接从市里调回来。妈，下部队萌生怎么受得了呢？直线调不成，只有搞曲线调动。萌生啊，这次下部队好歹耐着性子干几个月，事情就办妥了。妈妈万岁。李排长，到。今天训练提前了吧？提前了5分钟。啊，指导员，歇会儿吧。看什么看什么？有什么好看的？
快跟上。指导员，别往心里去。对这种没有艺术细胞的人，你和他……我是艺术细胞，有什么高见你冲我金凯来说。我说亏你不在我的炮排，要在，哼，你瞧你瞧你瞧，就你这个懒散劲儿，三天我要不把你这拉稀了，算我不是金凯来。指导员，七点半。这几天没出去玩玩？嗯。哇！哎，我来，我来吧。不错嘛。都是咱们连长教我的。哇！哎，吃糖。再见。嗯，老家是哪儿啊？五台县的。俺们那儿叫金牙沟，到处都是山。哎，五台县离北京不远吗？嗯，可我还从来没到过北京呢。怎么？去一趟来回就得花10块钱。不过我想过两年参加的时候一定拐弯到北京去看看天安门。你削手掌？嗯，给我奶奶削的。手艺不错嘛，啊？这是仿照剑阁县手掌厂的样子做的。哦，我还以为是真竹子呢。指导员，嗯，您要喜欢就拿去吧。哎，再削一个，留着给你奶奶吧。啊，嗯。谁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到我奶奶呀？喜的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忘了。3年前，就是今天，咱们在干嘛？干嘛？我在干民兵。你在闹之前。还有呢？想想看。你说嘛。守着你，又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春妮儿。那我看你明天就走吧。我说你动作快点啊，指导员，柱子，你也不看电影，过来，小老黑，哎，连长，连长，哎，打扑克，没意思，哎，对对对，打扑克，动作快点啊，哎，连长，哎，指导员，打扑克啊，好好。怎么样？今天谁跟谁一家？哎哎，咋样的？指导员抽烟水平不低啊！弟兄们，快了快了！哎哎，今天这两盒烟不抽完，这场老汉呀、啊、是坚决不罢休啊！啷个啷一个啷呀！哎，算了，今晚上都挺累的，不甩了。哎，班长，我就知道看完电影你就没心思甩老汉了。哎，怎么的？想早点躺下梦里会春妮啊？来吧，连长。连长。哎呀，要是霓虹灯下哨兵在咱们连演100场，咱们连长能看100次。哎，指导员，你知道这为啥吗？为啥？别看咱们连长这个穷样，哎，他命好，还是个俊媳妇儿啊，媳妇儿姓韩，名玉秀。哎，那长得比电影里边那个春妮还水灵，可是比春妮还能干。哎，戏缘比春妮还好。呀，你看这一提春妮，咱们连长那个嘴他又合不上了。哎，穿花衣裳得多像韩玉秀啊！他们一手革命群众之风。哎，你说该谁的了？来来，连长，你说陈喜儿那小子，他怎么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？是啊，春妮多漂亮！你说你摊上多好的媳妇，还闹离婚？哎，要是我摊上那样媳妇啊，下辈子变牛变马也值。哎，哪像我那个老婆，大马得包一个，他
这都分量倒有。大爷，话叫你老婆听见，少不得又得摁住他，给他刷刷牙。哎，听见怎么的？他充其量就是公社绵羊厂的合同工，我今天来对他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。我去把那全家福拿出来。哎，拿出来，指导员看，指导员看，看看就看看。哎呀，老夫老妻的，谁？你看，哎，等你。瞧，杨改花穿上黄毛衣，线条也有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长得还不错嘛。哎，别太老婆了，继续打扑克。来，我这来。我说你这是干啥？哎，连长，看见。别在这苦熬了，该回去探家了啊。是啊。是得回家了，等指导员再熟悉一下咱们连里的情况，我就走。哎，夫妻两地远隔千里，一年还就这么一个月的假。连长，要走你可趁早走啊！这个韩云秀可是快抱窝了。我说你等他抱窝回去，那有啥意思？说你这个人呢，你说话就不能文明点。这打扑克吧你不干，谈老婆你又说不文明，那你说这星期六晚上怎么熬？来，快点说，你们说，过来。哎，耍赖呀！老规矩啊，爸，咱走，说正经的，指导员，你刚来对我金开来还不了解，今天当着大家的面，我把这心里话给你掏一掏。下一批干部转业，我金开来说什么也得走。别走。为啥？有些领导看不惯咱，把我当成了冤大头。得，咱们知道这胳膊拧不过大腿去，惹不起我转业行吧？回去也不图别的，老婆还在一块热汤热水的啊。来，回去挺尸睡大觉。金开来这个人，别听他说话难听，作风很正派，他是我们前团最老的炮排排长了。论工作那是呱呱叫，讲技术更是没人比。带兵方法虽说生硬了一点，他对战士很有感情。哼，这个人呢就是爱发牢骚，爱挑上面的刺儿，这个毛病老也是改不了。连长，要是这是宣传教育提纲，你看一下。挺好啊。老金要说臭，就臭在他那张嘴上。这不，咱们连里头几次提想提升他当副连长，上边就是不批。是啊。看得出来啊。指导员，这是你的邮包。啊，嗯，还有信。下午来的。哦，好，去吧。我查哨去。哎，那我，你看信。蒙生啊，我已经给你们师的领导打过三次电话，他们说眼下不是前几年了，
调动的事不能操之过急，让你在连队里干半年再说啊。指导员，帮我改改这首我写的诗。什么题目啊？题目？哦不，这个诗就是，幻想的翅膀飞向那遥远的四方，啊，我有，哎，你不走啊，我都知道什么原因。什么原因？有个人是枣核屁股，在这蹲不下来。你少说废话，我就是要说，咱们这是部队，哎，不是他们家造火门，想进就进，想出就出。老金，这种话不能随便的下边下传播，要注意影响。谁也不是瞎子，来都快一个月了，连咱们连多少人数还不知道呢。接着你就是吃饭吧，整天像吃药似的，我就是看不惯。连长啊，这谁的衣服啊？指导员的。我说他自己不会洗呀、啊、连长坐在生活上要多关心他一点。松着，这不是幼儿园，他要享福让他回家享去啊！哪怕他天天用牛奶洗澡。老金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疯了？该照顾，咱们还是要照顾。连长，你照顾他，他不照顾你。我都看透了，你就是把心掏出来，你也是留不住人家。人家你咋什么？少说两句。好好好好，你就你曹排长，连长、啊、连长，你的信。连长，一秀嫂子来信了，快好好看看吧。三喜儿，你几次来信都说，新来的指导员一到连队，你就回家探家，俺见天盼着你回来，咱娘也整天守在大门口，向公路上望着，可是还不见你的人影。要是连队里的事儿实在忙，你也别让领导犯难，家中一切都好，你别挂着。三喜儿，你可别太省钱了，要保重身体。今年收成不错，俺喂的那头猪也百多斤了呢。三喜儿，俺快要生了，你琢磨着给孩子起个名儿吧。嗯，又快一年没有见到你了，记得去年春天我第一次到你们连队探亲的时候，
秀。欢迎欢迎啊！哎呀，我的脚都肿了。等会儿，吃完了饭呢，好好探探脚。金子，到，先把车票买了去。是，柱子。哎，老金，你也不宽敞啊！我再不宽敞也比你强。不是，你别娘们似的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要回家就像我回家的样。过来，你过来，过来。42号的，你准能穿。哎呀，我穿的，你试试。来，这，来你别这玩意儿，这是。晚上，嗯。好，请进门。翁生，调动之事已见眉目，师里答应着急办理，你一旦接到调令，务必尽快离开连队。据可靠消息，你们军最近将有重大行动，此属绝密，你自己心中有数即可，切莫声张，切莫瞎传。司令员，有件事儿想和你商量一下。我的探亲报告已经批下了一个多月了，营长一再催促我回去。我想明天我就动身休假，这样的话回来了也耽误不了咱们年终考核，你说呢？那就走呗。
我这个人有话憋在肚子里头也是怪难熬的。前些日子我就听说，这次我到团里去开会，又听到了关于你的一些风言风语，说你下连队是为了调走。我琢磨着这事可能是有人瞎传，不过你要是真调走的话，这架我暂时不休了。要是你没有这个事儿，那我想明天我休假不休假你自己看着办。至于有人议论我，哼，舌头长这么自己嘴上，哎，说什么说什么，反正组织上还没有把我调走。哎，他奶奶的，这他说冷就冷起来了。连长，车票买来了，明天上午9:30的。看不成喽，伙计。哎，还有，你也抽空回去拾掇拾掇吧。怎么样？看来部队是要开拔了。啊好。啊？这胡见鬼了，往哪儿开拔？往南边，你不觉着咱们现在应该是打一仗了？仗是早该打的，可全国这么多军队，而且枪声离我们又这么远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们部队要往前开呢？别问了，等着瞧就行了。连长，是不是上面给你偷什么风了？没有。哎，那你这是？我是从指导员他母亲那儿得来的消息。这不活见鬼了吗？那个老娘们能给你什么消息？你呀，真是个直肠子，你就没想想他为啥对指导员的调动问题抓得这么紧。我听团里的干事们讲，这些天指导员的母亲几乎是天天往市里头挂电话。有道理。听说这个老娘们神通广大，她知道的消息比军长、师长还早呢。这不就得了？我估计着，部队不出10天之内，就得有行动。哎，我说，这事你可千万要保密啊！我也只是瞎估计，别出去瞎嚷嚷啊！他奶奶的！只要是共产党做天下，这个老娘们要胆敢在部队上前线的时候，把你这个花花公子给我调回去。老弟，你看着，我要不自费上北京告他去，我就不是金泉台。班长到，赶快回去打背包，今天晚上12点出发。哎，那猪呢？交留所处。是。李班长到，动作要快。是。哎，班长，等会儿部队集合起来，你做一个简短的战斗动员吧。啊。啊，三仙儿。啊，今晚上啊，我请客啊。
来不及了，上了车再喝啊。是啊，啊，哦，收到了。嗯，是，连长，你，喂，啊，是我，什么？是，是。我问你，既然你不想留在我们连队，那你为啥要自己要求下连队，不直接从军里调走？你是拿我们九连一百多号人开玩笑？我实在是对不起同志们。你打算咋办？三星儿，啊，三喜同志，咱们相处也三个多月了，尽管我们之间有矛盾，可是我看准了，你们都是些好同志，你就放我走吧。谁是好同志？你滚！现在你就给我滚蛋！奶奶的，知识青年下放的时候，你们怕下乡，都涌到部队里头来，现在感到吃苦了，又削尖了脑袋要回大城市，你可以拿着盖着红印章的调令，你给我滚！我可以请求组织上再给我派一位指导员来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中国是我的，可也是你的。曹默生同志，你不会不知道，你身上穿的是军装。现在在你面前正处在一道坎上，前进一步还好说，后退一步你是个啥？有的是刺儿。你琢磨琢磨，你好好想想吧。Thank you.
伙计们，猛吃猛喝啊，上了战场的子弹可不长眼睛，死了咱别当饿死鬼啊。接着，嗯，吃。他妈的，修了这么多年。对准了我们，二百个亿养个狼崽子，他奶奶的！我让你怎么吃进去的，叫你怎么吐出来？我们的学校给炸成了这个样子，连孩子他们都不放过。你哭什么？当兵的就是这样吗？战争来了就不能怕死啊？我能不疼萌生？我就这么一个儿子。当初真不如让他学点技术了。雷神爷，雷神爷，雷神爷怎么样？当初从银幕战区战场上，不是您从死人队里把他背回来的吗？他能活到今天，他能当上军长，他还讲不讲点良心呢？我就求他这一次吧。喂，唐突台，请接云南前线临沂指挥所。喂喂喂！你们是把刚才研究的情况传达下去，清楚。注意，有什么意见再带上来。太慢。好，就这样吧。喂，你哪里？喂。接不通，我有急事。哎，太慢了，接不起。对，师傅，对对，好。哎，你哪里？好，先上高地。我们在二零，你们要注意隐蔽，你们要注意隐蔽。我慢点，要注意隐蔽啊！左面这个地方，我是雷震。啊，报。啊，喂喂喂喂，什么？对，好。哎呀，有话请你直说吧。我们保持距离，第一梯队呢？很好，二零保持距离。靠了，注意隐蔽，哪里？注意隐蔽。好。同志们原地坐好，不要动啊！军长要来讲话。
同志们，现在战争就要打响了，我的千军万马正要去杀敌，拼命流血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的军里发生了一件奇闻怪事。我也打了几十年的仗了，撑得起是身经百战了吧？啊，在百战中遇上这种事，我还是第一次。所以今天我的老毛病可能又要犯，可能又要甩帽子骂娘。有这么一位神通广大的贵妇人，了不起啊，很了不起哟。她竟有本事从千里之外把电话要到我的前沿指挥所。我想同志们都会知道的呀，在这种关键时刻，我的电话分分秒秒千金难买呀。他来电话干什么呀？让我关照他的儿子，要我把他的儿子调回后方，把我的指挥所当作交易所了。他奶奶的，走后门竟走到我流血牺牲的战场上。他的儿子何许人也？此人原是军机关的一个干事，眼下就在你们师某连当指导员。我不管他是天老爷的夫人还是地老爷的太太，谁敢把后门走到战场上，我偏要他的儿子第一个扛着炸药包去炸掉跑。我看军长骂得好，该骂说一千道一万，打起仗来还得靠咱们这些庄户村。对，他奶奶的，上了战场谁敢后退一步，看我老金一枪不崩了。这倒是，哼，连里出了广联局啊，咱们都跟着丢人。哎，雨果先生对这个谈点感想吧。哎，别看咱段雨国不咋地，报效祖国咱也愿流点血，可耻逃兵者不可当也。好，小段，到时候看你的了啊。连长，我想跟大家谈谈。小金到，全力集合。是。我也是个军人，我也有人的尊严。从现在起，谁要是再敢说我赵蒙生贪生怕死，我跟他刺刀见红。是英雄是狗熊，咱们战场上见。现在宣布一下命令，上级决定提升靳开来同志为我们九连的副连长。同志们，仗就要打起来了，我们九连的战斗任务是执行穿插，担任尖头连。
来来来，穿这个罩。哎呀，不穿。穿上。现在城里就实行这个。去你的！换上。你这穿什么呀？我说不让你买呢，你非得买。你这个。哎，这么瘦，不瘦不瘦，这玩意儿撑撑就大了。你穿什么？你非得让人穿啊？是我买的时候这。儿子，说你妈真好看，快说。妈妈真好看。去。哎，同志，你那衣领全翻出来了。你看你的领，我嗨、你就别让孩子吃蛋糕了。这孩子你说哎，你们都准备好了没有啊、靠近点，近点，哎、再靠近点，近点，哎，笑一笑，再笑一笑，哎，哎，好。哎，咱们让副连长请客呀、啊！哎，好啊，副连长请客。副连长，副连长，升官了，该请客了啊！对，副连长，副连长，哎，快到前面出来吧！大家请客，大家请饭酒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来了！哎，嚯，十块钱，花钱！哎，买酒去啊，五连一啊！好嘞，大中华，好爷啊！走，给我一支，给我一支。哦，好的，好爷，这儿啊，别了。我呢？你来就成大学副连长，您够意思。给我一支吧。好好，今天晚上那个过瘾，大喝点。好，今天晚上有奖金。好，好的，喝点，喝一喝。想不到连长今天也开荤了啊。哎，副连长，副连长战前赏了我一个送死的官。放心，我会在副连长的位置上死出个样来的。小杜准站看清向前看分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十三四四报告，补充的15名战斗骨干到了。同志们，通报。怎么样，同志们？救个手，把头都剃了吧。北京部队的吧？是。同志们，这可是在祖国的最后一顿美餐，三鲜馅的饺子。哎，咱们大家伙啊，敞开肚子吃，管够啊！好的，好的。来来来来，加一个，来来，哎，一勺，好，来。饺子来了，来，哎，好，崔师班长，饺子饺子，你来，胖子喝一口，来，我俩喝一口，坐下来喝呀，会，是，坐吧，好，辛苦半天了，你准备来了，来来，好好，喝了，来来，胖子，哎，喝一口，副连长，五粮液，我不会喝酒啊，喝，来，咱们今天在最后品尝品尝这生活的甜蜜味儿，我这是味美思，那玩意儿，娘们喝的，来，今天把这两瓶。全给我干掉！指导员，过去的事我不提了，也不准你再提。来，
金副连长，我来敬你一杯啊，祝贺你荣升。不是笔杆子，万一我老金光荣了，别忘了在报纸上吹一吹啊，看见没有？是。豪言壮语记了一小本，字字句句闪金光。你走了走吧，走西头。来，老金，把这点酒喝了。来，烈士林家。来，我说连长，我再最后求你一次，天刀派由我来带，啊，不能让指导员带。他有文化，念那么多年书不容易。再说人家先来大道，你们两个都不能来，尖刀牌我来带，我已经决定了。怎么，你是不是信不过我老金？我当连长已经三年了，一个连长在战场上他的责任就是身先士卒，给我这个机会吧。我说三喜兄弟，我金开来可是弟兄四个，死了一个还有仨呢，那祖坟上断不了烟火。可你梁三喜不行，你两个哥哥都不在呢，你有老杨，有玉秀。那个不知男不知女的向你谈，再说你的指挥才能也比我强。不，你要比我强得多，打敌人我能勇敢，可是敢于提意见，像我们内部那些歪门邪道开炮，你呀要比我勇敢得多。我希望留下你这门大炮。老金，我是撅嘴骡子卖给驴家去，吃亏就吃亏这个嘴上了，你还欣赏？我欣赏。玉秀，你好，我现在是在云南边防前线给你写信。咱们的孩子已经出生20多天了吧，可我还不知是男是女，你坐月子我没能回去照顾你，我感到实在对不起你。我秀，当你拿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杀上了自卫还击的战场，也许已经躺在阵地上长眠了。还记得今年初你来连队探亲临回去的最后一夜。嫂子，就不能多住几天吗？啊，家里边有活。哦，嫂子，我用子弹壳做了个拨浪鼓，你留着玩吧。俺这么大的人还能玩这个？不是嫂子，这是留给他，是说这么个意思，说你这趟啊不能白来，哎，回去给咱们连长生一个。死老金。早点睡吧，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。一年到头天天盼着见面，觉着日子过得老慢，可真见了面，日子
不紧啊。好歹还有个盼头。喜子，这个等你回家时带来。给。九连，我是九连，我是九连，我是九连。你们的位置在哪里？请回话。在这，我们是不是在25号地区？对，25号。啊，主任，你看，报告营长，我们在25号地区。在25号地区。太慢，太慢，要加快速度，要加快速度，按时到达指定位置。他奶奶的，他们也就知道用尺子量地图，让他们来看看这山这路，哪是人走的，哪他妈是人爬的？副连长，你少放老总。小队，同志们，现在开始清装。嗯，带好武器弹药，每人留下两顿饭的干粮，还有水壶。记住，水壶绝对不许丢，其余的通通扔掉。出发。是，跟我来。一排的，注意了，带上水壶和两顿饭的干粮，其余的东西通通的清装，快。什么时候了，还看小说？
这个，能看懂吗？报告连长，里面的主要章节我可以背诵。出发。炊事班长，到。把锅扔掉。哎，那饭呢？吃干粮。是。胖子，走吧走吧，跟上。哎呦！那连长，你倒是可以当个军事教官。不，我想当元帅。口气太大了。连长同志，你也应该想到成为元帅呀。我当个团长就行了。来，啊，把这给我，别把咱们的元帅压垮了。现在我还是你的士兵啊。叫啥名？说了你也记不住，你就叫我北京吧。北京。哎，连长啊，这些暗堡50米以内，825尖炮，一敲一个准儿。好，李排长，到，准备好，拂晓发起攻击。是。准备好，拂晓发起攻击。想啥了？没想啥。不想老婆吗？哎，这个时候哪还顾得上想他呀？再过5天，我那小子就快5周岁了，和我他妈长得一个熊样。儿子，哎，哎，一年就回来这么一趟，也不说帮我干点活，就知道逗孩子玩。哎呀，等我转业回来，天天为你当牛做马啊！嘿，说不好听，到时候啊，我少不了伺候你一人。嗯，你别着急呀。等我虎儿长大了，娶了媳妇儿，不就有人伺候你了吗？儿啊，你快长吧！儿啊，你快长……你倒是想当老公公了你？那当然了，嗯。当了老公公，你得有个尊个样儿。那是那是。哎呀，当老公公了，哎。您说这当老公公是不是连个屁他都不能大声放啊？你想放你就放呗。
南坡。那就是主峰。副连长，要是再没有水，就要全军覆没。小段负伤了没有？可晕过去了。来，拿着，连长。哎呀，少废话。哎，连长，山脚下有片甘蔗田。对，连长，我去高台战斗力去。胖子，走，去看甘蔗。指导员，有你这话就行了。犯错误的事儿，哪能让你们这些当正直的去干？反正我金开来没有政治头脑已经出了名了，我就不信他奶奶的，200亿换不回来他一捆甘蔗。一班，跑跑，跟我来。好，走。
我去把它敲掉。好了。连长，连长，元帅那是未来的，我现在是你的士兵。去了，机枪，杨红，是。各排注意警戒，李排长到，注意搜索餐厅，加强警戒。是，各位注意搜索餐厅，加强警戒。散开。是是。啊，我多想变只鸽子，飞到祖国。连长。向营部报告吧。隐蔽、连长，连长，连长。连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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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长。
连长，咱们回家了。是有心来，你先歇一会儿啊。不，西后，军师团三级党委都做出决定，要求我们重点宣传梁三喜。军区举办的英雄事迹展览会过几天就要开馆展出了。就这些，他有没有什么遗书遗言呢？这是梁三喜同志牺牲的时候留下的。签账单，这不说明什么问题吗？实事求是吧。是我。哦，营长。什么？为什么进副连长连个三等功也不批呀？没法老死。营长，他说的是不是真话？不存在违反纪律的问题。战场上砍干净是我同意的，要处分，你处分我。营长，要是不给金副连长记功，我们的功就都不要了。指导员，你跟他，营长，你听听连里同志们的意见吧。那我越级反映，我要向军党委、军区党委反映。
妈，爸爸怎么还没回来？他到哪去了？爸爸呀，到挺远挺远的地方去打坏蛋去了。我也要打坏蛋。哒。叔叔。妈妈，我像爸爸吗？指导员，我想问你一句。哦。看来他是怎么死的？他死得很英勇，很壮丽。他是为我们九连牺牲的。你老实告诉我吧，他是不是在战场上犯了什么错啊？不，没有。说，大嫂，你告诉我，绝对没有啊，没有。叔叔，看来他是个很好的同志。中国人都像他那样，说真话，做实事儿。我们国家的事情就好办了。大嫂，这是一等功臣晋开来同志的勋章。收下吧。不，不，大嫂，他无辜，不能受伤。大嫂啊，看来他确实是英雄啊。他一个人就炸毁了敌人的两个碉堡，是他带领着我们打退了敌人三次反扑，最后在无名高地上，他是为了我们大伙儿去砍甘蔗。我不清楚，看来他救了我们九连呢。全清楚。大嫂，这个勋章你一定要收下，要不我们全连都……妈妈，这个奖状我要，这是爸爸的奖状。指导员，回来了。啊。情况怎么样？关于小北京同志的亲属，班里正在查询，说不让咱们再催问了。哦，哎，连长一家什么时候到？团里说已接到山东民政部门的电话，连长的爱人和母亲已经上路十几天了。嗯，还带个孩子。怎么还没到呢？秀，快趁热把这碗面吃了。
娘，你吃。别啊，秀，不为大人，为孩子。你怎么不给妈妈写信呢？回国以后事情太多了吧。走，坐这儿。我还是从报纸上看到你们九连才知道你。怎么负伤了？没什么，让手榴弹瓶划了一下。妈，走吧。走，就里边那间。妈，我来。那天晚上，妈妈是不应该在那种时候打那个电话。打那儿，我的日子也不好过。妈都60多岁的人了，我生来不是怕死鬼，可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要死吗？妈宁愿替你去死。妈，吃香蕉吧，这是我们部队自己生产的。孟生啊，仗打完了，你是怎么打算？你和兰兰也总不能两地分着，你考虑是不是还调回军区啊？我不能。怎么？咱们血也流了，功也立了，咱们也问心无愧。咱们问心有愧呀。哎，赵志伟，小北京的亲属找到了。哦，哪儿？你猜他爸爸是谁？谁？他姓雷，叫雷凯华。雷凯华？雷军长的儿子。什么？爸，这上面的批语都是你写的。这不是毛宗岗批三国，不过是我的一点心得。你小子不能光学雅。爸爸如果有兴趣来批评批评我写的论文。这篇是论国土设防应注意的空间差，还有一篇是我最近写的，防卫作战中的时间差。哈哈，我这穿草鞋的家里出了秀才了。不是秀才，是未来的元帅。元帅，明天你先给我拖地板，不能睡到早上8点。是。老太婆，海华这么多日子没给你去信，我想你会料到的。我禁得住，你也该禁得住。海华回不来了，孩子牺牲。人说忠孝不能双全，凯华为国捐躯，
这样的孩子，咱该感到光荣。你放心，离休后我陪你去菜场买菜。大会上你的威风够大了，我也知道在那种时候不应该打电话，我也不是有仨有俩，你也知道，可战前动员你也不能拿萌生开刀啊，什么贵妇人，哼，你当时那么凶，劈头盖脸的骂我，当初我从死人堆里把你背出来的时候，你怎么不骂我？大姐啊，我的态度不好，我向你道歉。看透了，还有什么人情？不是我雷震不讲人情，因为我背后有天理，有国法。天下爹娘都一个样，谁不疼爱自己的孩子？像梁三喜、金开来这些烈士，也是爹娘生养的，人家都有妻儿老小，难道我们孩子当兵来只是走过场，该流血牺牲的时候让老百姓的子弟上？这不是共产党。我流过血，打过仗。大姐，共产党的字典里没有共产两个字。你妈，进来。军长，这是凯华同志的一等功勋章。仗打完了，大姐，现在你可以把萌生领走，我签字。这些年你离开战争太久了，咱们离开人民太远了。你知道吗，在战场上要不是梁三喜同志，我能活着回来吗？指导员，这是金大伯金小柱的爸爸。金大伯，大伯想去医院看看小金。首长们多操心了。大伯，首长们要有事忙，我自己去看看他吧。那咱们一块儿去吧。好，走吧。对，小金，柱子，爸，爸，孩子好吗？指导员，啊，快躺下。爸，我是亲生。哦，
将来我们一定很好安排的。是，是，谢谢领导。爸，不要告诉奶奶啊。哎，不，不跟你奶奶说啊。以后我也不会去见她。爸，哎，这个给奶奶烧去，我做的。哎，报告，进来。指导员，连长家属到了。啊？就在招待所。什么时候到的？哦，刚到。哎哎，对了，你马上通知各班。嗯。欠账单的事，一定不能让大娘和玉秀知道。好，快走吧。哎，谁要是透露出去，纪律处分。是，走。啊，大娘，玉秀嫂子，这是我们指导员。啊，指导员。大娘，给大伙添麻烦了。快坐吧。啊，坐，坐。啊。听说你们离开家十多天了，指导员。啊，刚才咱们下了火车，是走的。什么？大娘，出了火车站不远就是汽车站，汽车能直接开到连里。你们没打听着汽车站在哪儿吗？打听着了。那，帮着人走点路不碍事儿啊。哎，是不是团里寄取的路费你们没收到？收到了。盼盼怎么了？是不是病了？请医生给看一下吧。啊，不，不是生病。孩子刚出了满月，玉秀就听到了三喜的事儿。哎，奶奶不好，孩子们打那奶水就不够了。来哦，盼盼乖啊，盼盼听话了。嗯。找钱。好，好。哎，老傅啊。哎，指导员，抽烟啊。哎，明天你进城的话，嗯，顺便把我这个照相机送委托店卖了。嗯，卖了。啊，我急等着用钱。进口货，卖多少钱？随他们估好了。那哎，最好明天就能把钱带回来啊。哎，乖盼盼哟。好盼盼，乖盼盼，你这又尿了。笑，咱来的路你记着了吗？嗯，记着了。我琢磨着，等盼盼长大了，还是把他爹的骨头背回去，埋到咱老家去。哎，娘。那是旧风俗。是啊，我这是老脑筋喽。嗯，听他们说，明年要在这修陵园立石碑呢。嫂子。啊，指导员。娘。大娘。指导员来了。啊，坐吧。哎，这点奶粉橘子汁儿，给盼盼冲着喝吧。哦，这那得多少钱呢？大娘，您甭管了。哎，这不是公家的钱，是指导员他。哦，这是我们大伙儿给盼盼的一点礼物。不，那哪好啊！快笑。你们不要管了。不，这是我们大伙儿的一点心意，收下吧。啊，那就谢谢大伙儿了。玉秀嫂子，嗯，这是三喜同志的遗物，组织上
让我交给你。玉秀嫂子不见了，什么？都找了没有？走。三喜，爸，又来看你了。三喜，天就走吧。你放心吧，你合上眼睛吧。俺要给娘养老送终，盼盼俺给你养大成人，心里头闷头，想出来走走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指导员。俺娘俩在这待会儿。嗯。咱不哭了，秀。多想想以后的日子，想想盼盼。
他是烈士家属。啊，你是？我也是。我的孩子也埋在这里。啊，老几呀？就这一个。这是你家的？老三。老大打鬼子那功夫牺牲了。哦。老二文化大革命让坏人整死了。这是老三吗？大嫂，听你的口音像是山东的。啊，沂蒙山的，俺那儿是老区啊。老同志，想开点。俗话说，人活百岁也是死，孩子们这么死了，值得。大娘，你劝劝玉秀嫂子，别让她再洗了。自打来到这儿，她一直都没闲着。你就让她洗吧，指导员，在家也闲不住。以后想给同志们洗，也洗不成了。老嫂子，三喜同志在战场上保护了蒙生，从今往后蒙生也就是您的儿子。军长，连长欠的账我准备替他还上。在这次战争里，有那么多从农村入伍的烈士留下了欠账单，尤其是从老区来的，这个情况我们要向党中央报告。哎，你是团里的宣传干事？是。宣传凯华一定要实事求是。是。在报道文章里不许出现我的名字。是。凯华就是凯华，半点都不许借凯华宣传我、推广我。是。哎，他们九连副连长秦开来在战场上表现得那么勇敢，你们团为什么不给他立功啊？这关于这个情况，我请你搞个调查报告。是。你五天不三天写好，直接送进党委。是。王上，嗯，你是不是留秦开来的家属再多住上几天？他们已经走了。我们有些干部总是爱听阿谀奉承，对于爱提意见的同志到死他们也不可放过。不给秦开来立功，天理难容。军长说过，给梁大娘一家送行要按接待中央慰问团的规格办。我知道啊。还有，
海参放好了吗？哎，放好了。瞧，发的多烂啊！大娘牙不好。哎，加个八四苹果怎么样？咱做八四香蕉。主食呢？啊，在这儿。七角饺子，图个吉利。大娘，咱们先喝杯酒吧。别忙活了，都不会喝。俺也不会。那先吃菜吧。啊，是啊，嫂子，吃点菜。哎呀，我来晚了，对不起。大娘，这是我们军的雷军长。大嫂，我们见过面呐，那天在行，就是那天在墓地里见到的那位。对，啊，大嫂，大嫂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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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军长。怎么不喝酒啊？大嫂，玉秀同志，我听说你们要走了。我今天不是以一个军长身份来向你们敬酒的，我是以一个烈士家属身份来的。咱们一块儿喝两杯薄酒吧。这第一杯酒咱不喝，把它献给为国捐躯的烈士们，告慰他们在天之灵。这杯酒咱一定要喝。大嫂，于秀同志，我家凯华跟你家三喜，他们血流在一起，坟也埋在一起，咱们共同来喝这杯吧，好吗？好啊，我喝。秀，你也喝。早年间，陈老总在俺鲁中军区开之前庆功会的时候啊，我喝过一回酒。三十多年了。省长，我想说句心里话。您请说。你是个军长，你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前线上牺牲了，我哪怕就是看到了这一个，我总算是看到了。好啊，好啊，你们好啊，中国能兴旺啊，来来，
拔丝香蕉好了吗？这不，一会儿就得。指导员。好，大人。赶明天，俺和玉秀就走了。大娘想求你件事儿。好啊。三喜儿在队伍上欠了620块钱，我都带来了。这是550块，这是70块，这是他寄给俺的那个欠账单子。哦，对了，听说那个，姓什么？啊，对呀，那个姓刘的同志也牺牲了，那就把钱寄到他家去，人死账不能空啊。帮俺办办吧。大娘，不能啊，玉秀嫂子，不能。知道了。这抚恤金，老人家万万不能抚恤金还账。大娘，大娘，大娘，我们还，我们大娘，你就放心吧。你不要管了，这个账让我来还。就说我来吧。指导员，你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孩子，你起来。指导员，你起来听大娘说啊，起来，起来。账一定不能让大娘还，大娘还不了。听我说，首长，这里边还有公家的钱。大伙的心意都给玉秀领了，你怕嫂子？赵元，这钱咱们帮着还吧，不能让大娘还。听大娘说，大伙的心意俺给玉秀领了，真的领了啊，领了，俺一家子都领了。可三喜儿生前留下的话，大娘我不能违呀。大娘，大娘，你收下吧，怎么还钱呢？指导员，这是三喜儿留给俺的。我就要杀上战场了，战斗中生死难料，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了，这封信就全当我的遗言吧。我惦记的就是娘和你。娘一辈子吃苦受累，没享过一天福，我这个当儿子没有尽到一点孝心，想起这些我心里就像刀割一样难受。玉秀，俺当兵在外没能帮你一把，自你来到俺家，你像个长工一样，每天下地干活，回家伺候老人，担水做饭，喂猪养鸡，里里外外全靠你。你那么累却没一句怨言。秀，自你嫁给我，我没有给你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，想起这些我就觉得一辈子也对不起你。秀，你对俺娘家的大恩大德，我就是在九泉之下也感激不尽。玉秀，前几年为咱爹治病我欠下的债还有620元没还清，如果我死后政府还能发给我们550元的抚恤金，你和娘再把家里那头猪卖了凑上去，我看就差不多了。
人死，仗不能死。玉秀，咱人穷志不短，欠的账，你一定替我还上。玉秀，我还有句话，你可一定要照着办。你还年轻，才24岁。我死后遇上合适的人，你就另成个家吧。咱娘是个明白人，那样她欢喜，我在九泉之下也就闭上眼睛了。玉秀，我没有什么，没给你留下任何遗产，只有一件军大衣没舍得穿，将来你结婚的时候就作为你陪嫁的礼物吧。玉秀，眼下孩子该是快满月了吧，你来信说让我给孩子起个名儿，我想来想去就叫盼盼吧，让你和孩子都盼上个好日子。雪儿，娘走了，等盼盼长大了再来给你添土上坟吧。秀，替盼盼给他爹磕个头。爸爸，爸爸。